现在的小孩在一个充斥着性资讯的环境下成长，适当的性教育为他们的确是必要的。但是安省实施的新修订性教育课程就引来了大量家长强烈的反对。政府灌输的价值观念和我想教他的观念是刚刚相反。性教育是不是越早越好，越多越好呢？这个星期的爱上传，请来品格教育学者为你打破性教育的迷思。